拖我下水的主持人朋友，劳蛙小姐，请你准备好要接棒了哟。接下来带来最后一首歌，它的歌名叫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。
继续。老万小姐，老万小姐，换你了哟。安哥了。哎，别这样子了。安哥，别这样子了，我已经没有歌了哟。再喝一杯。如果等一下我心情好的时候，哎，谢谢大家哟，谢谢。待会心血来潮会再来了。